不得了了啊！兵多将广，歌手遍地都是，一个比一个强，遍地都是。不是不是唱歌好听的，就是表演好笑的。对，哇，哎，那我们先来欢迎，哎呦，出新专辑了，真的是，欢迎小公主卓文萱。千呼万唤使出来啊，使出来，对不对？爱丽丝的使出来了，奶哥，哎呀呀呀，终于。双封面的啊，超级喜欢你的，卓文萱，超级喜欢，我超级喜欢，他是宅男的最爱。来，新歌唱一下，好不好？来一杯，去。有一句话，再也都听不到，那些过往，让它自己燃烧。我爱你，太美好，时间会知道怎样去熬成动人一句话。来，七个人现在重新排戏，把位置排出来。来，位置排出来，快！那个班长，弄弄，排戏，快把位置排出来。那个，第一个，你不用录这一块。叫我排，我们才讲你们七个不能少。位置啦，排位置。你后面一点，好了，把漂亮尽量往前。对对对，压头压头压，对对对。哎，没有，这个就是漂亮啊！观众如果上厕所转台回来，就看到他。那你嘞？好了，来，不一样的啊！来，各位，来给我们不同的答案，三十秒讨论，预备，哎，计时开始。唱出一首歌词当中有花名的歌曲。啊，好，我唱那一首歌啊，快，它那里面有唱到花，然后跟圣诞节有关系的。我唱土产，我唱台湾土产，我唱那个很多很多数字的。不能讲到歌名，不能讲到这里。啊，跟香的，好，很香的，香的，香花，红的女歌手唱的，情商一定要听的，情商一定要听。红女歌手谁啊？会跳的，会跳的，谢谢。花名要具体的花吗？还是有提到花就可以了？具体哎，一定要具体的花哈。先戴眼睛，先戴眼罩。先戴眼睛，再戴耳朵。大家好像错觉哦，有点